都没有踩、欸。没有踩啊，有跟车为什么要踩？可是你现在是几档？五档啊。现在五档。对啊。这样跟得上？可以啊。你换二档就跳掉了。那换四档嘞、欸？来换四档啊！这里有七四档。经常出没点。主要还在。四档可以、啊，我记得二档以内就没了。对啊。我定103嘛，我现在变换车道。有啦，手牌会跟啊，还蛮好玩的，玩一下了。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，セバカク仅仅仅龙免空乳通通包毁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那今天要去哪里？都出发了，忘记讲了。今天我们要去新竹收一台风衣车了，屁大嘞！真的？哦，好啊，那就到那边再看看吧。对啊，好，先出发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 B 传教士，今天又来到新竹了啊，新竹人都蛮热心的啊，又是一台公民车，哎、欸，2009年的 T 大，什么都大，什么 T 大，砰，不知道多起来。T 大，魔术大空间，你上 T 大。哎、欸，车主嘛，北部人哎，他住基隆，车主姓洪先生，欢迎洪先生，耶、yeah, ，是小吃汽车的。哦，粉丝哈，洪先生真的很热心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买新车，去旧换新，随便可以折5-6万，应该都很轻松。他说他也不舍得把一台车就这样报废掉了，自己手上开大概6000多公里。啊，这个有要捐到哪一个的团体吗？那个基金会啊、我自己是没有研究，但我自己想要捐给毛小孩的，对，一个是给小朋友。哦，记录下来哈，给两个小孩，一个是毛小孩，一个是真小孩。对，讲我们再慎选一下。好啊，我先看一下车，看起来。大灯有点黄黄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可能自己美容的时候都要做一下。先看起来应该要跑过去啊。啊，这里。对啊，一点点嘛。对啊，它门也会啊，门也有一点，而且把手，毕竟新竹太阳很大。啊，这里也有。对，好，稍微。哎、欸，这是 IK 的哦，你看。啊、这。啊。那个时候就已经有。有啊。T 大有个好处就是它有贴纸，这都有贴纸，好胶就压看看是硬的。可是这个就不能看螺丝了，就很奇怪哈、哦。你上的螺丝都看起来都像有转的感觉，很奇怪。三菱的会这样哎，好，其他椅子就是正常使用了，有压，可是最少没有破，方向盘也没有破。你快金几数啊？你到18万了，我已经跑18万了，18万了。啊，后面哎、欸，你看身高号称170嘛，好大哦，有没有？嗯，好啊，最少3颗啦，黑内装好照顾。哎、欸，后车厢没有转，好、哦，这里贴纸在。哎、欸，后车厢还蛮大的嘞，我随便进去都很轻松。泰山进去应该也可以。好、哦，紧急备胎是小颗的，千斤顶。它、这个车主的装胎呀、啊，对吧？哦，这个。对啊。所以这是胎内式的胎压。对啊，这是一组随便要3-4千块起跳的。嗯。对。风扇 OK。哎、欸，搭搭嘞，到时候一样啊，我们到时候回去检查，再顶起来再看一下。好了，好，看完了，车子状况是这样讲啦，说前5名应该是不为过啦。第一，它还蛮新的；第二，状况我觉得应该也不错。对，里程数它也不是最多的，我们最多卖到了20-30万以上都有。它是这个哈、喔，也不用换皮带，因为它你上很早就用铁链的，一般来讲就是保养做一下，应该就可以开蛮久的。这样一直拍我，我会害羞嘞。你要拍他一下。可以啊。他都说叫我讲一个笑话，他叫我讲黄色笑话，那我就惯了要求。讲啊，你很多，你蛮多。一时之间，我要这样子叫我讲，我讲一下哈。讲不出来，没有，突然讲不出来。其实我不想走啦，不干单，我小嘴又要老了，对吧？随便讲好了，哎、欸，开始吧。好，已经开始。三天笑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有3个女生坐在那边在吃冰淇淋，好、嗯，一个是用咬的，好、嗯，另外一个是用含的，好、嗯，一个是用甜的。你觉得哪一个是结过婚的？不知道，用咬的。错，戴戒指的。戴戒指的结过婚的。结束了。你看他是用咬的、啊。
我比他笨，我要看戒指啊，我看戒指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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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耶耶耶！一个笑话换一台车哎、欸。哦，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哦，好，谢谢， okay, 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现在真的是要十八般武艺都要出来了呀、啊！下次要不要表演翻跟斗给你们看啊？翻跟斗我不会啦，啊，斗地主我会啦。好，等一下我给你开啊！啊，这边刚刚也有啦，保险杆其实稍微开开的啊，就是最少它不会让车有 lucky， 难免的，我就觉得还好啦。这边也有啊，刚我稍微看到。好啦，那回去给你开哦，回去一样顶起来再检查。Rich View 元气健康枕。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、欸，看到我面路的旅行车无？啊，要买就要买比科比更大更长。既然有旅行车，最近这个露营很流行嘛，大家都流行出远门、都外郊游、长途开车。好，今天不是要卖油啊，要介绍你好咪这个 Rich View 元气健康枕，低回弹、舒适可调专利头枕啊，好不好？介绍你好咪啊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箱用给大家看。哎呀，你看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这简单啦，两项物件啦，好，机构跟这个头枕本身，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这个头枕本身的优点。先装，这很好装啊，只要你的头枕是两根棒子的，好，只要你的头枕是这种两根棒子的就很好装。它这个里面还有防止你的头枕受伤的一个垫片。我看以这机构是安怎，安尼，哦，就这样卡住啦，有没有？简单啦 ，easy， 这个上跟下嘛，那我们就把。放进去啊！哎，扣在棒子上，扣进去，然后这边压一下，扣进去，好了，装好了，超快！我开车一定要用这个头枕，因为原厂的头枕我都觉得开车会亮，最敢扣哎，好，所以要支撑，来，我来试用一下，好，它都是可调的，四项可调，我只需要再把这个机构稍微调高一点，哎，一起这都一起调，哦，旁边有按钮可以调了，哎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这是要睡觉了。哦，舒服啊，好不好？推荐给大家，专利独家卡榫，四项机械调整，可依照不同的身高调整到最舒适的位置。高质感亲肤柔软羽绒布，高密度慢回弹记忆棉，长途开车不疲劳，舒适感百分百，可自行安装，简易又方便。美国权威机构通过安全碰撞测试 ，Rich View 元气健康枕。低回弹舒适可调专利头枕，哎，好了，哎，这个真的哦，高低前后四项专利调整，我觉得真的可以调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位置。第二个重要的是，它这个慢回弹的记忆泡棉哦，不会软趴趴的，对不对？越躺越不舒服，越躺越回去哦，它是有支撑性在的。然后再来一个，就是它的这个哦，有一点像麂皮一样的这种麂绒布啊，哦，其实是非常亲肤的，靠起来也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啊，我最 care 的，有人说头枕会增加你车子碰撞之后的一个危险性啊、哦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有美国的报告测试，且他遇到车祸的时候，头枕会自动脱落哈、哦，避免你的颈椎受伤。好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到以下的连结去购买，原价1899，输入我们折扣码，特价1519，让你越用。越久，舒服。哎呀，哎、欸，这副驾驶坐来用也不错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哪副驾呢？买起来，买起来，折扣码买起来在下面。闪。Rich View 元气健康枕。耶，轮到这一台的2009年的一台，那时候我记得是夏天了，现在开始有点冷了，还在飘雨了哈。这一台轮到他了，刚好有空，赶快开进来，直接检查了。记得我们从新竹开回来了吧？嗯，用笑话换的。对，我们这个不专业，我先看一下，我再给专业再看一下。好，最简单来讲是这个了，这个盖子我们等一下再叫一个。哇，分水管不去。我跟你说，像 T 搭，你上个这系列有一个坏处的，你看基本搭搭那款了，这样搭搭，嗯，好。啊，很容易，这个很容易就有水跑进去，就这样龟裤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水要搭，哦，不管剃搭啦，啊，或者是什么青苗那些之类的都会。为什么？不晓得，那设计就这样。为什么这边是干的，然后啊，有些水刚好流下去的，你不用买 A 啊，可能车子的倾斜度怎样，这边就有积水，很奇怪，这都把它尽量吹干。哎，有些会比较爱车，买个盖子把它盖起来，电池等一下再量一下。我刚刚看一下水油比较低了一点，好，到时候再请那个小陈再看一下，好，你这样看，你这样比较明显，来。有没有？
哦，是低于下限再上来一点点啦、啊。上限在这边、哦，对，下在那边，它比较小好多、哦，其实小蛮多的。上面看起来像还算正常啦，该湿湿的地方稍微啦，不是说很湿，油气那些而已啊。嗯，看起来算还好嘞。记得车主有在顾了，他也是新竹台北基隆这样跑吧？嗯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都是两边这样跑。顶起来看吧，这是有雾灯的。雾灯，对，好雾啊！雾灯就是起雾才叫雾灯。哎、欸，算还好哎、欸，真的还好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油底壳干干的、啊，干的。好啊，变速箱。修跨，但是跨的就水啊，这个是应该是有、啊，应该是有没错，可是看起来也算油气，对啊，还算可以了，一样嘛。我们会看的是传动轴啊，有没有破掉啊？看起来是没有、啊。好，传动轴，防尘套有两个，里面跟外面。好，来，我练修谁姐姐，有没有？没有怎样嘛？好啊，里面是在这里，这个应该没有。很简单，如果有的话，它就会喷出来，大一点嘞。嗯，对啊，啊，避震器，干的，干的，好，没怎样。嗯。哦、啊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看起来差不多。轮胎，轮胎啊，哎、欸，18年17周，好像18、17，应该看得出来哈、哦。哦，这个它有加胎压，底盘还算蛮厚的。这后面的避震器，啊、哦，这个没怎样，哦、这边也是干干的，好、哦，然后是弹簧，它做的很简单，其实就比较不会容易坏掉。嗯，对啊。那油管，油管你加碎碎啊，加加。哦，好，目前看起来阿迪斯有中过一次而已哈、哦，现在你就会注意了嘞。轮胎一样啊、哦，18、17，而且前碟后补的，这是股式的，对吧？这是股式的，这是股式的，对。我找一下碟盘让你看一下好了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哦，有、哦、好，看完了，换你呀，你。看完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是做做样子而已。对对对。Tire Plus，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。セバカク，仅龙免扣乳，通通包滚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啊，这个在贵万，十八万。我到就这，那要不要？啊，不要带。水我给你看，引擎后壁那边是干的，太棒了。唯一就是这里感觉小垮啊那样的啊。这边还好啊，因为旁边是干的。没有，哎，你说水都好好的，在下线的上去一点点。有啊，水箱看起来好好的、啊，放心固。哦，这个水放骨没坏，很好啊，不错啊。好啊，除了雾，当你开冷气会冷吗？除了雾灯比较烂，鼻炎。不要骗人。哦，那在啊，那开起来都正常吗？正常，从新竹一路飙上来，看起来不错啊。我的狗，鼻带没什么问题啊，只是水放骨跟水龟这边比较有一些问题。有结晶啊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。你看啊，正常结晶是这个颜色，这里结晶是北北有吗？嗯。但是这边下面的结晶是有颜色的，这边下面的结晶就不是白色的。对。有没有？对啊。对啊。有点绿。都在这边呢。对啊，都在这里，尤其是这个这边附近的水龟那边要换一下。就水龟，对啊，水龟啊跟水放壶这边弄一下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应该是八万，到时候交车的时候就会做个保养，可能水机也刚好顺便换一下好了。没漏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。对啊。那东外以为，东外有铁皮来堵流啊，不用，都已经有飘东西了。飘东西了。对啊，有飘服务了，看到吗？看到。用肉眼看可能看得到，用拍的看不到。看得到吗？看到，看到。你有看到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有，我们也是照擦。看一下好了。差没丢，卡在这，卡在洞口，人家差没丢了，它卡在这个洞口，刚好插不到，插不进去啊，洞太小，太大只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要形容一下，送的太深，送的太大只，放不进去。反正有飘东西了，就不用看了。项目又多一个刹车油，刹车油，对，保养好一样会在路侧嘛，再开看看，变速箱油再看。对，好，还很干净，还干净，对，对吧？这应该之前车主有换过了，反正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啦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内装你要看吗？内装我跟你讲不用看了啦。刚刚那个滴滴跑过来说，哇，这个比我们的车还漂亮哎。哎，自满的地打有些不是皮的哎。嗯。是那种包啊，那种布椅的。嗯。我们是皮的哎。好，这也是皮的。嗯。好。哎，18万，看起来蛮干净的啊。还算不错啊，里面的空间还算蛮大的。啊，不是蛮大，是胶多啊。胶多。哎、欸，他在你开进来的吗？对啊。啊，我怎么后面的轭子还这么大？哎、欸，两颗、三颗，
对不对？哇，对啊，绣花露田嘛，像绣花，有点味差啦，对，难免的啦。这边我们绣花料比稍微一点点。好、啊，这个如果这个我们可以处理的话，我们就处理一下就好了。好、啊，这个对，那个可以处理一下，这里啊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这里，哦，大致上应该是这样了。哦，对啊，喜欢的话就可以来竞标了，真是不错车哈。2009年四门的 T 打跑180,000，好，轮胎是18年、19、20、21、22，哎，4年呢。爱车的话，我建议是把它换掉那个个人安全，安全东西要放前面。好，喜欢的话就赶快下标喽，有下标就是有机会得标，好，耶、yeah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是 IK 的哦，高阶的哦。哈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哎，里面有两电池，电池不行，我就换一颗嘛。电池良好，没有充电，对啊，但是要充电，可是那组有点高哎，碰到没电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再换一颗好了。哦，对啊，好。不要像泰山一样，29可以吗？可以掉下。